不可以？就一百单，就一百单，鹅龙服五十单，好，499，你刚刚上的599，五十单你坚持对不对？对，四九九。那我听我的，运营，再降100，399。你太傻了，姐，再要变399。因为你刚刚上了599，所以你499你没上，那你得你多上了100，现在我要多扣你100，399，五十单169，可不可以？我们都没有这个链接，跟你说。很多人想要169链接，你没有。运，你现在能不能改169？369能不能帮我改169？就五十单。你给他很放任看一下，你别说我们眼睛。现在改。哇，369链接你们随便可以改。五十单169，国标90白鸭龙，吊牌价1100多，你不可能买得到。三。二拼手速，一百单，一169上链接，怎么这样子啊？我也不喜欢演戏，我是说在直播间演戏啊，我会让大家知道，在我直播间是开心的，然后真的买到东西是物超所值，性价比是真的很高，因为我本来就对数字很有概念，我本来就是学经济的，我对数字，我对性价比，我很在意。所以我一定会帮大家把守住这一关。一百单，一百单，就一百单，我不跟你要了，一百单，爽快点，可不可以？就一百单，就一百单，鹅龙服五十单，好，499，你刚上的599，五十单你坚持对不对？对，四九。那我听我的，运营，再降100，399。你太傻了，姐，再要变，399。因为你刚刚上了599，所以你499你没上，那你得你多上了100，现在我要多扣你100，399。我想要今天收官之战，我要让大家记得，在陈一如直播间2022年最后一场买到169的国标90白鸭龙。一如哥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可能买得到了。一如哥，你买了169，你买299，别的直播间了不起299，我今天直接对折169。你看一下品质，1199的品质，这是90的白鸭龙。你能不能给我50单？就给50单。真的给了二六九，我明年春天我才直播了。我真的不播了，五十单169，可不可以？我们都没有这个链接，跟你说。很多人想要。我们都没有169的链接。说完之后你就支持一波169链接，你没有。运，你现在能不能改169？369能不能帮我改169？就五十单。你给他很放任看一下，你别说我们演戏。现在改。我369链接，你们随便可以改。多少人说想要，自己看一下。最主要你今天品质是1190的品质，你改好了对不对？五十单169，国标90白鸭龙，吊牌价1100多，你不可能买得到。三。二拼手速，一百单，一169上链接，怎么这样子啊？169，我们掉的都在。